哎，干什么呢？大家都在工作，怎么就你偷懒啊？我是李班长，我这累了腰疼，我歇会儿。安全帽呢？安全帽都不戴，工作一年了，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，怎么？你脑袋比铁硬啊？行行行行行行，戴上戴上。我知道了，哎呀，你说两句得了啊。什么态度？哎。 我说你，你还不耐烦了是吗？喂，哎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！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冲我来，你不恨我吗？我换他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刘三。 别犯傻，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王明队，好好好好，我退，我退。从那时的你到那时的我，冥冥中一条红线牵动，风吹云动，云流。刘备，小心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动一动。你冲我来！快上！ 我得给他放血了。你醒了？啊，醒了。你哪儿啊？这是医院。嗯。你受伤了。为了救我，被一个叫黑哥的人用匕首给扎了。你想起来了吗？ 想起来了，我爸妈知道吗？嗯，他们昨天在这陪了你一晚上，我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这伤口有点疼，差一点就扎着心脏，能不疼吗？ 还好我领导，耿宇辉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哭什么呀？不是不好好的吗？我当时真的特别害怕，他那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我想他要是一冲动的话，我就完了。 这种情况，谁遇到谁都会害怕。再说了，要换作是我，你也会救我。那可不一定。净说大实话，你就不能让我高兴一下？你当时怎么想的？怎么那么勇敢？ 想什么了呀？我当时什么都没想，我就一个念头，我得上了。谢谢。怎么又歇上了？你说吧，你怎么歇我？你说吧。那就一个星期骨疼吧。就这个。 就这个，送你一个月，在医院期间不算。那感情好啊！让我们热烈祝贺天心贸易有限公司开业大吉！西雅，你不再考虑考虑了，我这副总的位置专门给你留的。
还是算了吧，我又不懂得经营，别到时候给你添麻烦。夏姐，以您的睿智加上齐总的经验，我相信你一定很快就学会的。男人在外面创事业，女人在背后支持就好了，给他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夏姐真是太贤惠了，我以后得多向您学习学习。你这口才才值得让我学习呢。好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齐总。你这个秘书挺有意思的嘛。亲爱的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。我有误会吗？你紧张干嘛？不是，我真是怕你误会。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啊，身边总得有这么一个八面玲珑、知道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的人。哎，最主要是他能帮我挡酒。明白，明白。你这些天没再去医院看葛云辉啊？他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家人，今天咱们公司开业，晚上啊有很多合作伙伴一块吃饭，你也一起参加吧。遵命。哎，红梅。哎呀，红梅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累死我了。有事啊？小琴呢？休假了。休假？嗯，照顾溜子去了。不是，这溜子有爸有妈的，他去照顾什么劲儿啊？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小琴的命都是溜子救的，你说照顾个什么劲儿啊？那他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！人家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凑什么热闹？属于你的在后边呢。行了行了行，别解释啊。哎，不是红梅，齐新华，你不会又是正好路过吧？没有啊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没事老找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爸呀在家里请卢叔叔吃饭，卢叔叔让你也去。我还有事儿，我不去了。哎，卢叔叔说是你工作的事儿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那走吧。你弄个热水瓶干什么呀？你这吊瓶都挂半天了，手肯定都凉透了。用这个捂一捂，一会儿就暖和过来，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。你还挺细心的。作为设备科的一员，当然得细心了。称职。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你帮我叫一下护士。哦，好，你等着。护士，护士。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云辉，护士不在，你有什么事儿，要不然你先跟我说吧。没事儿。哎，你说呀。哦，你是不是想上厕所？要不你扶我起来吧。哦，好，慢点啊。哎呦，慢点慢点慢点。伤口现在还不行吧？不能动啊。再等等吧。要不然用这个吧。啊？别喊了，你自己能行吗？嗯，能行吧。你给我吧，哦，我自己来。那个，那你自己来吧，有什么事你随时叫我，我就在外边等着。好好好，有事叫我啊。好。小刘啊，今天你夜班，
你多留意一下302病房的患者。知道了，护士长。你看上面记录他这两天的情况，你都仔细看一下病历。朱阿姨。哟，小琴，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哦，那个。啊，你在等你叶阿姨呢？不是，耿云辉他想方便，挺着急的。哎呀，这叶红娟干什么呢？都几点了还不来，还让你干这事儿？朱阿姨，我刚才去找过护士了，但是没有人，所以我才帮忙。哦，刚才呀，那护士在交接班呢。小刘啊，你进去一下，患者要方便，你帮他一下。好的。我下班回去了。嗯，哎，再见。你可以进去了。谢谢。云辉，浩姐啊，刚才你在外面是跟周阿姨在说话吗？啊，她对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要不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不用，没什么误会，别担心啊。哎呀，阿姨来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这一下午辛苦了啊，小琴。不辛苦。哎，我给你俩包了饺子，趁热吃啊。哦，不用了，阿姨，您来了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快来，拿着。什么都不用了，阿姨。好，琴，你就拿着吧，要不然我妈会跟你跟到宿舍去。哎，嗯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赶紧回去，这么晚了啊。我先走了。来，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来，郭站长、刘叔叔，哎，进来。莲花，谢谢。哎，秀华，哎，你在车间锻炼了一年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师傅教的很细心，主任呢，班组长对我都很照顾。让我真是感受到了像家庭一样的温暖，充分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温暖了。那就好啊。你尝尝这个鱼，这是我的拿手菜。谢谢。卢叔，你也吃。那我也不尝尝，我尝尝。嗯，哎呦，这鱼做的好。嗯，那是没想到，没想到。过奖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立时早，自从他妈妈去世以后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家呀，全靠莲花了。你看，厂长还是姑娘好啊，那不像儿子心爷。你说我们家东华吧，在国外读书两三年了，这寒暑假都不愿意回来，见一面老费劲了。那你不能这么说，你儿子可以接班啊，各有各的好处。那倒是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哎呀，兴华啊，刚才你没来的时候，厂长说了，只要你好好表现。啊，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啊，将来就把你调到技术科去。哦，真的？哎，谢谢郭厂长，谢谢郭厂长。我一定好好表现，努力工作，一定不辜负各位领导对我的期望。好，好好干，加油！哎，你看鼓励你的，来，咱再来一杯啊！来，加油，努力啊，努力，努力。嗯，儿子回来了。啊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，妈？我爸呢？你爸今天晚上值班，我在等你呢。哎呦，你等我干什么呀？快睡吧。儿子啊，过来，坐一下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儿子，嗯，你知道庞小琴在医院里照顾耿云辉吧？哎，我知道。按道理讲呢，耿云辉是因为庞小琴住的院，庞小琴去照顾他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不管怎么照顾，那你不能替他端那便盆是吧？这不是一般朋友应该干的事儿啊。小琴给溜子端便盆了。对啊。你看见了？我亲眼看见的。
当初就觉着庞小琴不适合你。当时我和你爸呀，看你心气儿那么高，再加上你住院的时候，庞小琴也费心的去照顾你，所以一直又忍着没说。这庞小琴吧，跟你他就是不合适。儿子，妈给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听着呢。你今天去郭厂长家吃饭去了？嗯。我托别人打听了，郭莲花是真的不错，从各个方面都比庞小琴好多了。啊，最主要的是，他能在事业上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啊。那庞小琴有什么呀？除了身材好以外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儿子，听妈的，这女人啊，一生完孩子，你都会发生变化的，都会变成黄脸婆的。谁说的？我看您跟年轻时候没什么变化。哎呦，因为你妈我会保养啊，咱家有这个条件。你说，那庞小琴她有什么条件呀？我听说呀，他妈身体不好，这要是你们结婚了，他不得拖累死你们呀！哎呦妈，您这是不是想的也太长远了？您想的这都不是事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的是小琴，我心里头真正爱的人是庞小琴。你娶的媳妇儿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，那就得想的长远一点啊。儿子啊，你记住一句话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就说你去上海的事儿吧，怎么样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知道了，快睡吧。我一说这事儿你就不愿意听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婚姻不是儿戏，你得考虑清楚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妈，你快睡吧，晚安。哟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一天天的，这心呐全操碎了。谢谢。刘子，哦，武厂长来看你了。云辉，快坐。怎么样了？啊？还行。不要紧吗？恢复的还可以。好。哎呀，好。这次破获这个盗窃团伙，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！厂里头给你颁发的荣誉证书，我给你带来了，还有奖金呢。哎呀，那爸，班长，这个我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你也知道这次小阿子犯了错，我其实就是想帮他，让他立功赎罪。这次破获这个盗贼团伙，他也是功不可没的。所以您看，他现在已经吸取教训了，要不就免除对他的处罚吧。你看看。还想着别人呢，不过这个情况我们倒是可以考虑。幸亏这小哈子没把他偷了那些赃物给卖出去，这要是给卖出去，找谁也不行啊。爸，你说这些我都明白，所以回头我会好好教训他。做我兄弟还干这种事儿，这不给我丢人吗？我鉴于这个小哈子确实有立功的表现，我把这情况再向组织上汇报一下。我想怎么着也得给他一个处分，好让他以后吸取点教训。哎，这样好。那你太谢谢你了，吴厂长。你这为了兄弟，你这命都不要了啊！我听我们家老头子说，当年你们为了兄弟也是命都不要了，我这是跟你们学习啊。哎呦，这优良传统在他这儿传承下去了。你看看，来，好好收着。来，我说好不要。爸，这也不能要，说好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。还挺硬气你。说好不要就不要。嗯，真香，应该好了吧？哎，不行，再炖一会儿吧。耿云辉还没出院呢，我怕他万一喝了再不好消化。瞧你说的，好像溜子身体有多娇贵似的，都住这么长时间院了，早就好了。哎，你现在的感觉特别像是一个照顾丈夫的小女人。胡说什么呢？小琴，哟，我们也在这儿呢。稀客。嗨。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过来比较少。来，我给你们带了水果。
哟，现在知道表现了？我不一直表现挺好的吗？你别一见面就损我好不好，红梅？我可没损你啊，我一直说话都这样，是不是小千？哎呀，熬藕汤呢，小琴，真香。这是给溜子熬的吧？嗯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溜子救了你，你感谢他是应该的。不过，这藕汤也熬了不少了，你照顾溜子，也照顾的差不多了吧？杏花，你刚才也说了，是耿云辉救的我。而且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是吧？你别这么说，你，红梅，嗯，我跟小琴聊两句。红梅，你不是说还要帮我看火呢吗？对，看火。小琴。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咱俩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，杏花？咱俩这么长时间，是一句话、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吗？再说了，这厂里、厂外、院里、院外，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？你这样子，别人会怎么想？别人爱怎么想？就这么想。太好看了，来，我告诉你，太显你肤色了，简直就是为你定制的，真香。多喝点哈，使劲喝。8181，涂更，怎么样？挺漂亮的。你看烟花呢？开个玩笑，含碳量0.08%，还差那么一点点火。那可能是我今天看太多了，眼睛有点花。就能找借口。你要记住啊，这个钢花的运动规律，要从钢花外围找的地方开始看起，慢慢练习看向中心的地方。啊，做什么事情要讲究个诀窍，就跟你看这个炉火一样，一个道理。下个月就要举行新人技能比武大赛，你可要加油啊！放心吧，组长，我要是不拿个冠军，我把这钢垫子吃了。
我们举办新入场职工技能大赛，你们都是各位师傅推荐来的新入场职工中的佼佼者，能不能为你们所在的班组争光，就看各位的本事了。我宣布新入场职工技能大赛现在开始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。好，6:08，7:02，7:04。武厂长，好，这是这轮比赛的结果。哦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耿云辉这基本功非常扎实，詹师傅，你这没少在他身上下功夫，吃小灶了吧？哎，肯定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小子能吃苦，还真是他自己练的。行，那武厂长，我去准备下一项比赛。好了好了。停止加料。提枪！来，大家过来报一下你们观测结果。1657，1658，1653，1600。1678。1671，1673，1670，1675，1666，1671。张强，1号高炉碳结构钢，温度是1675度，碳含量0.08。王卫国，1号高炉碳结构钢，温度是1665度，碳含量0.06。耿云辉，1号高炉碳结构钢，温度是1675度，碳含量0.055。王小伟，1号高炉碳结构钢，温度是1678度，碳含量0.052。好，下面由咱们厂长来宣布一下比赛结果。现在我宣布新入场职工技能大赛的最后结果，第一名2号炉甲班王小伟，第二名1号炉甲班耿云辉，第三名4号炉乙班王卫国。董云辉进场比你晚，这样都能赢你，自己不相信原因？我当年可是处处都比韩永志强啊，那都是我自己努力的，自己练的。当时詹师傅没有推荐我当炉长，但是我凭我自己努力，我上来了。我这人从来没人跟我说啊，你是我徒弟，你就得要强，特别是不能输给老詹的徒弟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
我下次一定堂堂正正的把面子给你赢回来，绝不给你丢脸。对了，来，师傅，来。师傅，饭给你拿过来了。哦。哎，刘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上次比赛输了的样品。那挂脖子上干嘛？出什么洋相？师兄啊，师傅，比赛给你们丢脸了，没把第一给你们拿回来，我这心里呢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就把这个戴在脖子上，什么时候把比赛赢了，我再把它取下来。哦，你这是卧薪尝胆啊，好，有志气。哼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呀，别在那一唱一和的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怎么的，挂个那个东西就能赢啊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好好的总结一下输在哪儿，以后不再犯不就行了吗？师傅，您说的对，你就等着看我的吧。我赶紧吃饭吧，啊。师傅，溜子有志气是好事啊，您干嘛总打消了积极性啊？百炼才能成钢，你不懂啊？啊？哎呀，你还别说，在我教这些徒弟里边啊，耿六子还真是我最满意的一个。妈，我也不如他呀。你说你当年呢？啊？哦，那你当年呢？怎么样？想听啊？来，我告诉你。差远了。哎哎，溜子！哟，溜子，哪儿来的项链啊？挺独特啊！哎，比赛输了，以此明志。这也太难看了。难看才记得住啊。这很重吧？这样对颈椎不好。要不然你拿下来，我帮你打磨打磨吧。那就太谢谢了。还真不客气啊！谢谢你啊！没事，我们走了。嗯，拜拜。1630多。1640多。1650多。1653多。怎么还出个三呢？啊，你都能看到这个地步了？我觉得是50度不到60度，我吃不准，我就懵了一下。这看炉火怎么还能懵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看得准确，必须集中精力，仔细的去看。明白了，师傅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瞎蒙我，来接着看。靠前！不好了！哟，第一次见庞小琴给人送礼物，溜子，福气不浅啊！韩组长，瞎说什么呢？师兄啊，这是上次我带那个钢垫，庞小琴帮我打磨打磨。哎呀，磨得真不错，一点毛刺都没有。真够细心的呀，小琴啊，费了不少功夫吧？那是啊，要像你们这么大手大脚的，我怎么解决设备？溜子，师兄替小琴给你带上。哎呀，别师兄，师兄，
别饶了我，饶了我啊！饶了我吧！被你整得一身鸡皮疙瘩。老秦，谢谢你啊。西安，最近齐天儿是不是公司挺忙的？怎么没陪你一块儿回来啊？公司刚成立，事儿多啊。嗯，这就对了，男人们就得以事业为重啊。来喽，这是西雅最爱吃的红烧鱼。来来来，尝尝你妈的手艺，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啊？尝尝。哎，西雅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最近一闻到油味就恶心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这还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是不是病了？病什么病啊？估计啊，是有了。有什么呀？怀孕了呗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护士长啊。大夫怎么说啊？西雅怀孕了，真的！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姑娘，回来就对了吧？江冈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从明天起啊，西雅就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。对对对，对，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吧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不是病人。西雅，哎，哎呀，你怎么能？你怎么不做家务呢？我给你找了个小保姆。介绍一下，小平，这是我远房亲戚家的一个孩子，以后我不在家没办法陪你，他可以陪你。小平，以后这家务就交给你了，平时没事儿多跟你姐姐聊聊天。好的，西雅姐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您坐着休息吧，以后这些活都交给我了。哎，你赶紧把东西放楼上吧，楼上第一个房间就是你的房间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去吧。来来来，坐一会儿，坐会儿。我现在就是活动活动，没关系。你现在怎么能随便活动呢？你现在怀孕了，你最需要的就是休息，你要注意身体，你知道吗？我没那么娇气。宝宝出生之前，你就是宝宝。六子，你怎么了？一天都不说话。没什么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那就是因为女人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应该向我学一学啊，一直跟这个女人划清界限。你看我，从小到大从来不主动找女生说话。王哥，我要是跟你学，我可就得一辈子打光棍了。怎么了，六哥？出事了，养强没提起来，还在继续加氧。我去操控室看看啊。好。提一下。组长，养强提不起来。组长，出事了，重托让人送了。喂，维修班吗？是。一号楼氧墙重托钢丝绳松了，出现了氧墙提升故障，马上派人来。啊，韩组长，维修班组在其他厂正在维修呢。什么？最快多长时间能到？最快也得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漏缸了。组长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氧墙提不起来，很有可能是刮闸器发生故障，造成氧墙的奴内爆死。你赶紧带人撤离，我上去看看。不行，六子，太危险了。来不及了，你赶紧把重托钢绳带直啊！快撤！快撤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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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快走！快！六子，六子，进什么去？你送死去了你！王哥，你放心，我见过设备科同志维修设备，我能试一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必须拼一把，要不然整个车间都完蛋了。你赶紧走，一定让所有人离开车间，快！那也不行，来不及，赶紧走，走！六子，走，注意安全。
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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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江院长，江院长，哎，江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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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江院长，一号炉氧墙刮闸器出现故障，氧墙无法提升，可能会发生爆炸。你们这工人都撤出来了吗？刚刚请柳完毕，应该是都出来了。不过那个，哎呀，不过什么？赶紧说。耿云辉在里边呢，他怎么没出来？溜子说他知道怎么维修，要留在里边排除故障。是，胡闹。 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？答案不在这里，情烈余生。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？